虎扑9月12日讯，后天晚上，中超联赛第22轮将重燃战火。广州恒大淘宝将主场迎战榜首的北京中赫国安。今天晚上，恒大官方发布了本场比赛的海报，主题为 VARRED。本张海报的主基调色还是常用的红色，主体部分是恒大的主教练卡纳瓦罗带领保利尼奥、塔利斯卡、高拉特和郜林等几名球队的主力球员，站在很多石狮子上，向着远方欢呼，身后的背景则是旌旗舞动，一轮红日照耀着球队，给予球队无穷的力量。海报的上部是英文主题字样 VAROID 谐音 VAROID， 寓意恒大主场的红色海洋将给对手迎头痛击，一举拿下这场重量级比赛。恒大的官方微博写道，横刀怒破石狮心，唯有天体真英雄。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9月14日晚19点35分在恒大主场广州天河体育场进行。